这不是一颗普通的丸子，不是一颗平凡的丸子，这是一颗掉在地上会自己弹起来的丸子，这是一颗可以拿来用去打乒乓球的丸子。无论发球、出球、传球、输了，我就不叫老丸子。你的2019是这个红锅还是这个白锅？后腿肉来自黄牛，不是卖票的黄牛，先切片放冰箱冻硬，然后浪费一点时光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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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接下来就要亮出独门兵器完锤，你看这个锤，它又方又圆，温柔又残酷。上下翻飞，左右起手，前砸后拳，里应外合，折内力充分震碎牛肉每一根经络。朋友都说这是有氧，不过奉承伎俩，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只为一招的营养。木薯粉、生炼粉、泡打粉、苏打粉一起加入，白胡椒、鸡精和盐和生抽，还有芝麻油，用搅拌机做冰沙，肉泥上撒上雪花，继续捶打不要停，抓起不掉才算行。伸出你的右手，不要拿它比心，几个丸子出来，可别漫不经心，要保持圆润，用汤勺刮起，下到锅里，嘴温保持开而不沸，等它变色浮起。经过千锤百炼，二舍灵转，温水煮青蛙的丸子，终于可以具备如下几大特征：落地能弹起，上台能打，在桌面弹跳不息。如果咬开的话，保证会爽到爆衣。牛骨躺在这里，散发浓香气息，肉丸再放进去，激起波浪层层。白锅就在这里，小火慢炖不停，是在等待另一边的肯定。变速藏拔，变速藏拔，风阻单藏，风阻单藏，斧身一国，斧身一国，火神神翔，八角草果，白蔻，还有你的爱。丁香、桂皮、香叶和小茴香，粉黑色石臼里面粉身碎骨，魂不怕，只为了成全汤底调料的纵使峡谷香。子弹头、二荆条从干瘪恢复生气，转身红在刀下碎了一地的痕迹。中华传统大铁锅，牛油逐渐模糊轮廓，最终和葱姜蒜一起迷失在这小火。把辣椒、蒜蓉、香料、粉末加入锅中，让糖椒、豆豉、豆瓣、醪糟、冰糖陪着他们度过。加入生命之泉，还有一勺你喜欢的 liquor， 熬好装盒加上面料，基本接近商品风格。这边丸子入极，那边放入做好的锅底，让鸳鸯锅的阴阳分出太极的两仪，在火焰跳动之下，两边皆飘入千里，谁不用对谁妥协，多元化才是主题。桃花还需绿叶配，绿色不能只有雪碧，这大自然的馈赠自然还是不能缺席，让荤素花样摆出搭配，呼朋引伴乐趣，周延嘴干要开心，但有朋友是前提。你喜欢吃红锅还是白锅啊？我们从淡的吃起吧，我用白锅涮一块牛肉给你好不好？来，尝尝这个，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嗯。世上没有吃上一顿火锅不能解决的事情，如果有，那就两顿撑到不能继续前行。人生难得一起吃饭，小命恩重，悲欢劳心。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，Happy 2020！老杨收各位的硬币都已经收到了，请开始许愿吧。